肥仔對於我哋嚟講咧，我覺得佢係我哋嘅嗰啲安全嘅安全套、安全網啊，係啊，安全網啊，對於我哋全個團隊嚟講。一知道肥仔要去撈嘢嘅時候咧，其實咧阿 D 同193就表現得好可惜咁樣嘅。咁193就表現得好冷靜 ，OK 啦，我明噶啦，都冇辦法啦咁樣，好似表現到好灰咁樣。但其實咧，最想呢件事發生嘅就係193。嗰一刻，我其實個心態已經覺得好開心，但我表面都要做到啊，好可惜啊！我同你哋講話啊，好可惜啊！三個人點樣做落去啊？但其實係假噶嘛，因為嗰一刻我唔想 show 到我嘅興奮出嚟，因為如果 show 到興奮嘅話，你會影響到其他人噶嘛。好似寶琪咁，佢傻噶嘛，你唔知佢會點諗噶喎。